好，欢迎悠悠再来精彩的表演。我觉得我们超级偶像可能会挖掘到很多未来的那个 superstar， 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态度哎，真的，他们音乐下来那个跳舞的态度很有哎，真的真的真的。谁教你的？妈妈。哇，所以你妈妈也会这样啊？没有这种妈妈，还是其实你爸爸也会？下次来找妈妈跟小朋友一起跳，哎，蛮好的，蛮不错的，哇，对不对？你们很棒哎，再给他们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草莓姐姐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按下订阅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呢。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内容，也可以看这里哦。